Nigel 啦，Form 4離開咗香港，咁我就直接冇考 GCSE 就去咗 Epsom College 讀 Year 12，咁今年就升 Year 13啦。我而家讀緊 Math、Further Math、Econ 同埋 Physics。其實額外嘅 preparation 就冇乜嘅，咁我都係做翻學校叫我做嗰啲暑期功課，咁叫做係一個去 Year 12嘅過渡咁啦。咁跟住其實我覺得整體上個 pick up 個難度都唔係太大嘅。咁可能因為我放課走啦，咁有啲 DSE 嘅課程其實同英國 A level 都差唔多，咁所以我去到頭半年都係 OK 嘅，即係例如數學或者physics 嘅一啲內容我都其實都識嘅。其實就唔難嘅，但係最緊要你係肯去 take the initiative 咯，即係肯去主動認識人啦。因為英國人即係都比較主動啦，咁同埋我就係 Year 12先嚟嘅，咁所以我一個插班生就叫做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難啲去融埋一齊啦。咁始終人哋都自己識咗好耐，咁你去加入佢哋都一定有難度嘅。咁但係我想我在個 house 度都比較活躍啦，我都主動去幫人，主動去幫佢哋即係例如啲功課啊，或者同佢哋一起去踢波啊、打 rugby 啊，雖然唔叻啊，但係如果我肯玩，咁佢哋就會覺得OK 喎，咁我哋一起玩啦。同埋最緊要一定係唔好成日自己留喺間房入邊，係啊。如果你話即係科目上嘅 enrichment 就多嘅。因為我都 take 數學同埋 physics 啦，咁數學就有一個叫做 academic enrichment class 啦，咁就個老師就會每個禮拜有兩個鐘就同我哋一齊做啲題目，就一齊 go through 一啲 admission test 常見嘅題型啦。咁physics 嗰邊就老師都會類似有啲咁嘅 activity 俾我哋做，咁我就覺得科目上就個幫助就大啲咯。嚟得英國就去盡量 enjoy 個 school life 啦，即係去得英國嘅 boarding school 就盡量有academic 一邊啦，亦都希望有啲 extracurricular， 有啲體育啊或者其他嘅活動可以參加，咁就。因為 Epsom 是六日都要翻，一星期一至星期六都要翻學嘅，咁所以就星期六都冇乜活動噶啦，基本上。咁有陣時夜晚就會有嗰啲 party 啦，即係 Halloween party 啊、Christmas party 啊，有啲大型節目嘅時候就會同叫啲boarding 嘅同學去聚一聚，咁有啲活動咁咯。咁星期日就有陣時個boarding master 就會有啲 activities 啦，例如帶我哋去倫敦市中心啲商場啦，或者係前幾個月佢哋帶咗我哋去Thor Park 啦，咁就有啲活動係啊。兩題啦，因為boarding 就即係識一班同學咯，因為 day 同 boarding 嘅 house 就分開兩邊嘅，咁。我哋通常小息啊，有空堂啊，或者其他空餘時間都係翻 house 啦。咁 boarding 嘅 house 就會聚埋一邊，咁 day 就聚埋第二邊，咁叫做係兩個 community 咁咯。咁同埋一個麻煩 Epsom 嘅麻煩之處就係、是，如果你要 switch from day to boarding 係需要轉 house 嘅，咁同埋係需要一個 time 嘅 prior notice 啦。咁即係嘅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你要 switch house， 咁就會要認識一些不同的同學啊、不同的 matron 啊、不同的 housemaster 啊，咁變相其實會難適應或者麻煩咗啲，咁係咯，我應該會繼續 boarding 咯。唔會用電腦打機咯，都係用手機啦，係因為都冇乜，即係時間就冇乜咯。因為我哋 Epsom 其實我覺得個 daily routine 都比較忙碌嘅。九點上堂就去到六點食飯，跟住七點至到八點三就係一個
compulsory 嘅 prep time 啦。咁基本上啲老師就會喺啲走廊度巡，咁就睇你冇做功課。咁所以基本上呢啲由九點都係，總之由九點至到八點三都係叫做俾人 monitor 住啦。咁之後八點三至到十點半就係釋放嘅 free time 啦。咁十點半就 lights 好啦。咁但係我哋釋放閂咗門，自己做嘢佢都俾嘅，係啦，即係咁嗰啲時間先至打機咯，係啊。香港就啲人即係多數啲人都要依賴補習啦，但係英國始終嗰邊補習一嚟貴啦，同埋即係英國嘅教學模式都係唔係好似香港咁填鴨式咁啦，咁所以就都 flexible 啲，就算英國學生需要追課程都有時間咯。補充多少少 ，Epsom College 屬於老牌名校，位於名校區 Surrey， 係一間保留傳統英式教育嘅學校，而且成績一向出色。2024年 A Level 成績 A Star 到 A 高達 61%，A Star 到 B 就有 87%， 一直深受英國本地家庭歡迎。相對地 ，Epsom College 唔會招收太多國際學生，導致每年學額非常有限。嚟緊9月28日，英式教育將會喺銅鑼灣辦公室為 Epsom College 2025年以及之後學年招生舉行講座同埋會面，有意安排仔女赴英留學嘅家長一定唔好錯過啦。同場仲會有 Epsom College 馬來西亞分校嚟香港招生，大家一定會問點解英國嗰間唔讀，要走去馬來西亞分校讀先？咁我就老實回答各位，唔係你想讀，學校就收你噶嘛。而且英國主校未必比馬來西亞分校更加適合你的小朋友。有句說話都就快變成我口頭禪了，看學校不是只是看成績，你看我幫表妹和兩個兒生揀的學校都不是以成績行先的。其實就是我的仔女本身是想要去外國讀書，所以我就看了這間學校，因為這間學校在英國都很出名，要 waiting list 的，後來知道它在這裡開了，那我們就過來看咯，跟著就很喜歡啦，因為其實它樣樣東西都是很英國的，總言之你在這裡畢業的話，那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跟回英國那一邊咯。有些方面我覺得它做得比英國更好的，例如去個 university destination， 即不是話英國間 Epsom 啲學生升到去英國的大學不叻，純粹就可能個 catchment 呢邊又有韓國人、日本人、香港人，他哋就喺佢哋報嘅大學咧種類咧，唔同國家的種類比較多。譬如有學生去咗 Stanford， which 我覺得其實如果由亞洲直接去考去美國，那個過程是很困難，咁當然佢亦都幫到很多學生，又攞曬全城院大學啦，英國的又翻咗香港讀UST 啦，同埋新加坡國立大學，咁所以呢方面的 diversity 咧，我覺得是非常之犀利嘅。想了解更多 Epsom College 馬來西亞分校的詳情，可以9月28日嚟英式教育同 Epsom College 嘅職員傾傾，打55003655預先登記。